双板的那个一个运动机器，是干嘛的？啊？是双板的那个，双板的那个呀，就是这样。这样啊？像不像那个回事？啊？给我劈一个双板行吗？可以。OK。那个手也要使劲儿，对。可以，挑战双板成功。哦，所以双板是要左右摇摆。嗯。双板是这样。你喜欢单板还是双板？都喜欢，双板还好，超级难。真的吗？单板入门比较难，但是上手了以后就还是挺好学会的。双板以前滑过双板，就是上去就会滑，就一使劲往下冲就会了。但是你要滑好非常难，而且速度超快。你看学校里面速度冲得快的一般都是双板，我每次看到双板我都会躲得很远，因为他们滑得太快了，双板很难。那下次给我们拍一个双板的吧。你要求的太多了，好吧？是广大粉丝想看的。广大粉丝想看我滑双板是吗？对。怎么会双板呀？刚刚不就看了吗？已经展示完了。